来了，那谁输了给对方买情人节礼物。好嘞，你选一个吧。那还用问吗？紫色啦。那我就黄色吧。大岩认真的画了线稿，精心的调色，开始艺术创作。这是画了一卷黄胶带，看我这黑线根本遮不住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大岩肯定要重来。真的答对了。小圆姐的花，绣的不咋地呀、啊。我也画好了，真不容易，还画个头身呢。哎，你们，佳佳做好了，好不好看呀、啊？说好看。一号小圆，二号大岩，选谁留言哦？